谁呀？哦，你啊！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早过来的。你早过来的？嗯。那你先进来嘛，先进来再说嘛。嗯，好。好吧，外面多冷的。好。我来关门。嗯，好好。你走路过来的吗？我走路过来的。哦。我不是说叫你不要过来吗？没事，你不是说你人不舒服吗？ 你说，所以你们睡好。没事，我人不舒服，我随便捡一点药吃就行了。是，我今天带来的这个，你带什么东西啊？买个鸡回来炖它。哇，你带这么多，这么贵的东西，你带过来干嘛嘛？没事，还有这个东西，你不是，你说这，不吗？还有什么？嗯，哎呀，但倒不好意思。那我换个鞋吧。鞋的话就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先过来把鞋子放下来再说嘛。没事，没事，放一个吧。没事，没事，你过来嘛，先把鞋子放下来。来，小朋友，我帮你下来哈。嗯。 哦，谢谢勇哥。啊，没有了，哎呀妈，背都放下来嘛你。哎，你的厨房，我能用一下吗？厨房吗？啊，厨房在这里面，来吧。嗯，没事的，这边。你等我一下。你干嘛呀？用厨房。你等我一下嘛，等我一下。那行吧，那我先带小朋友过去啊。走，我们过去了。哎，来，勇哥。哎，你这是什么？这冰糖炖雪梨。 这个怎么吃呀？就把这个汤啊，把这个汤给这个梨一起对，一起吃了啊，一起吃。就这个吗？哎，对。哦，和里面的是吧？一起吃。哎，那你这里坐嘛，坐嘛，坐嘛。哎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有。哎，姑妈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哦，姑妈你好。哎，这是叶子，姑妈。你严重了。哎哎，那走嘛，走嘛。天天小雨，我经常关心你我。 你也是真能干的，没有学习夸下。啊，你能真能干，我觉得还是受苦了。你看，现在我把年龄越来越孩子人家还得享福。哎呀，这就是女人命嘛，哈，你能干。然后今天小龙说过说句话，你晓不？嗯，他也挺想说，他说姑妈多好的。啊，我没得法嘛，我就这么一个侄儿，他爸爸妈妈也不在了，晓不？所以说我当姑妈的就把当自己亲儿子来对待，晓不？但是呢，我也希望他。 过得好，晓不？哦，希望呢，哎，把你当你妹妹来对待，这样我也不方便。你也嘛当你哥哥来看待，姑妈也当你好。嗯哦，就是你，因为今天他用我说他不舒服嘛，我说我过来看一下。好好好，谢谢你的帮你了。当然，原来姨妈奶奶也感谢，非常感谢。不用不用，该的他那么照顾我，我也。姊妹，主要是姊妹讲，我也希望小勇能帮助帮助你，但是。 小勇，你还是妈当你妹妹来对待，晓不？哦，哦，原来就是我当姑妈来呢，我也就这么一点，我也希望她过得好。嗯，下来希望她介绍几个朋友呢，她也都愿意见面，就相亲，晓不？为这事情，当姑妈的也感到怎么说的不好说的，只能说你当今天你见你来了，我也第一次见到你。 我也希望你呢，你意思呢，你还是帮我劝一劝小勇，希望他能够好的归宿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希望他找一个好的工作，当姑妈的也就，哎，就行了。你帮我一辈子我的担心，晓不？嗯，哦，要得。哦，那勇哥，姑妈我就先回去了哈。好，先回去了。这样，我们走了。没事，我们勇哥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，姑妈。 啊，哦，那有本事你们老婆，不是你大老远的都没吃饭，要不我送你一下嘛？不得送，不得送，不得送。嗯，姑妈不用送了，我们就走了啊。你已经答应你们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也理解姑妈的心意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你小勇把你哥哥来对待，姑妈一心一意就行了，行吗？嗯，我也要你多多哎，看看他子。 能质量嘛，加心意，好，你姑妈的心意，好，姑妈也没得啥子哦，那得好。嗯，要得的话，姑妈呢，我是真的。啊，拜拜哈。好，这边好，那你慢点哦。好好好。不是姑妈，我看到一个人带小孩子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去送他一下吧。你送他，你走两回了，小勇。嗯，好。哦，本来呢就我也进了逗留哈。嗯，好的好。哦，你听话嘛。哦哦。那我这边也要过来看你了。 哎，叶子啊，叶子啊，你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去啊？没事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吧。不是，要不
今天就不回去了吧？嗯，没事的，我要回去。杨哥，你先回去吧，你不用再送我了。没有了，这么晚了，你带孩子我也不放心你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，你姑妈在家，等下你姑妈会不高兴的。你不用送我，没事的，我走了。嗯，勇哥，好，再见。要不我送你出去吗？不用了。